股东会征求期间五月就要开跑了，每年到领纪念品的时候，这里总是有满满的排队人潮。而每年都很受瞩目的中钢，今年纪念品发什么呢？也出炉了。银白色铝制外壳，能放下7到10张卡片，一打开里面还赠送一张一卡通，可以看到中钢大楼与高雄港湾之美，蛮实用简洁的，质感是蛮好的感觉。那个名片盒因为是铝的材质，看起来是蛮好看的。细数中钢那些年的纪念品，2018年送了宝蓝马口铁外盒，里头还附2块一深一浅的台盐竹炭肥皂，这款更是经典。Tiffany 蓝的黑熊钢骨伞，台湾味十足，一度造成疯抢。因为每天都相当的踊跃，那所以呢，我们在后来呢又赶快又追加了，大概将近20万只的伞。还有这个金光闪闪的钛碗，是2016年中钢用自家钛金属制作而成，精巧抗腐蚀，一亮相就爆红。同样走实用风，大同也送过保温杯，中信则有削皮器 ，HTC 还送背包。参加党的初选制度，我绝对不说接受征召。对我带国旗，就不跟跟你弯腰照相。国旗是最大，我只能去当兵的敬礼，给各位敬礼。带着国旗帽宣布参选，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也放话要加码送万顶鸿海国旗帽给小股民当股东会纪念品。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